去，天乐，相信你老大，帮我看着前面的跑道。想到吧，我想死你了！这条山路，前面不远就是部落的寨子。附近还有别的路能走吗？没有了，我周围都看，只有脚底下这条路。你有顾虑？老大，鬼子追上来了。咱不能进寨子。为什么？会给寨子惹麻烦。那就原地阻击。把小鬼子消灭在这儿，这仗不能打，要想办法把鬼子引到别处。老婆，把你身上干粮拿出来。啊，ハトリ閣の進展報告、すでに中国特産隊の脱走経路を確認しました。はい、行け。别开枪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这位兄弟，我们是中国军人。你们大长老认识我，我们今天无意冒犯，只是路过。少得给我套近乎！认不认识我们大长老，跟我们回去趟才知道。我们有重要任务在身，现在不能跟你回去。如果你认为我冒犯到你们了，改天我登门向大长老道歉，行吗？如果你不敢跟我们回寨子，那一定没安好心。队长，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，速战速决，答复了再说吧。他们都是平民老百姓，咱们不能动手。更何况一旦干起来，会惊动日本鬼子。你们在嘀咕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周围都是我们的人。你们是跑不掉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带路，我跟你走。那就请吧。
馬車くれ。中国特産隊、ずるいやつらめ。伊田君、この方向でアデルが騙されたんだ。前に逃げたわけじゃない。森に戻っていたんだ。早く引き返せ。はい。行け。 伊拉克，捜索西德嘎，特战队我見つかっておりません。きっと地元の村に隠れてるに間違いない。中に入って探せ。子杰，我们部族是受山神的庇佑，得以在此安身立命，世代相传，从来都与世无争。而如今。 你们一直在和日本人作战，我们不想卷入你们的是非之中。日本人居心叵测，为非作歹，我们绝对不会跟日本人走到一起。可洪兄弟，我也不希望因为与你们亲近而得罪了日本人。 我们部族很弱小，生存在你们和日本人之间，实属不易啊。所以，还请你们能体谅我们的难处。大长老，您这话说的挺明白，意思我也理解。可您这事儿做的不对啊。您这是见于其处，哦，左右都不得罪，夹在中间。 做个老好人，想自保，您这如意算盘打错了。日本人早晚有一天会来到这里，到时候他会平了你的债，杀光你的族人。我劝你还是拿起武器把大家团结起来，把鬼子打跑，那才是自保上策。你凭什么资格跟我阿爸这样说话？我凭的不是资格，是道理。 阿曼，小兄弟，中国人的书我读的也很多，道理并不一定比你懂得少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至少当下，这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大长老，您的意思我懂了。 请您放心，从此以后我们一定不主动来打扰部落的安宁。但是也请您相信我们，如果有一天日本鬼子侵略到了部落，能跟你们一起并肩作战的，一定是我们。日本人，你赶快不喝汤了，我去拦住他们。好，那就让我们。 共同喝完了这最后一杯。自此以后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。如果我们部落真有落难，需要你们协助的那一天，我会代表部落都感谢你们。大长老，大长老，不好了，日本人冲进来了。好吧，一定是洪子杰他们。 把日本人给招惹来了，我不连累你们，走。阿曼，阿曼，阿曼，如果你们现在出寨子，就会连累我。阿曼，你带子杰他们去我的居室。阿爸，如果日本人知道了，我们就麻烦了。大长老，我们不能去你们居室，这是我的部落，是我们的领地，你们要听我的。 快，带他们去！跟我走，都不许动，都不许动！ 长官，这么晚了，您到这儿来，要干什么？
我们可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。你这里的官勋，是，您有话跟我说。中国的军人在这里，长官，这是我们的领地，不是中国地。军人是军人，军人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您是军人，到底要干什么？混蛋，拿给我三个字！嘿，三个字，让开。来过。哦，我明白。来人，给长官倒酒。我问的是，有外人在这里吃饭？不不不，您不算外人，您随便吃。報告します。部屋の中にはいません。報告します。山田総兵の中に見つかっておりません。探してないところはあるか？あの頭の部屋はまだ探してません。行け。はい。所有人都不能出去。